下面再讲六风之弊，啊，南大一完了以后，这个柿子公司完了以后，啊，对方，啊，按我脸右臂，右臂引进来，引的时候一定要大家注意这个地方，啊，不要直接回来，刚才讲的说折叠进，啊，刚刚我们讲一个特点，一个整体。啊，一个阴阳搭配，一个折叠，是吧？哎，一个这个，还有这个螺旋，一个这个画字当头，阴低变化，啊，这地方呢就是根据它按的劲儿，不要直接回来，直接回来叫抽扯之星，就是还是跟我讲，欲左先右，欲合先开，准备往里引它，先给它，再往这儿引它。要如果直接回来，他可以推到我身上去，是吧？我碰那时候，我就这时候现在我主动了，往这儿引他，啊，引他以后再合，合了以后走急，啊，走急，这儿呢当然也可以走轴，也可以走双手急，啊，哎，急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手如果是抓到这个上，我就走一个捋，啊，走一个左下捋，啊，下台外面走一个捋，啊，是捋。啊，捋呢是右肘里合，左手呢刁拿手心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子，啊，哎要合拇指，啊，食指和相合，虎口圆，啊，这些近道的都搞清楚，啊，这个是捋的时候右肘要往里合，右肘往里合，啊，这个刁拿手心，啊，这是六宫这个六宫先捋，啊，捋过来以后。啊，对方就抓我两个胳膊，我又加大膨劲，这个膨劲呢，我也可以给它肘，也可以从外环合进来，从这走合进来，啊，合进来以后呢，这儿也可以给它肘，啊，也可以呢，两个用两个肘弯拿他的这个手，拿他的力量，拿了以后再推出去，哎呦，啊，这时候，这个推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六风自闭推的时候。不要走直进，啊，刚才还是一定这个力量呢往下按，你说呢？你再大家再看，先往下按，按的目的打他脚跟上，又是借他的力量，借他的反射的力量，但是在脚跟上他肯定要往上顶，往顶就下他外脸，往走一个撵，往上搓的劲儿，啊，下他外脸就像那个压马路那个机子，又沉又往下沉，又往前滚动。啊，又踏下来，又往前上搓，这是六风四臂这几个技。下面呢，我们讲一下单边，啊，单边的几个进点。六风四臂完了以后，啊，六风四臂先是往下按的时候，啊，大家注意这一点啊，按的时候，啊，偏重心偏右。往前上搓的时候，啊，略偏左，然后呢，接着，啊，就走这个单边，啊，就六风接单边，穿左掌，啊，胸往右转，啊，重心的偏左，虽然说脚跟离地，但是重心偏左，啊，就是我按刚才按他，按着他按我两个臂，就是说刚才我讲的，啊，就阴低变化，要注意听劲儿，注意画劲儿，啊。听劲儿呢，不是用耳朵听，用触觉，啊，他按我这个地方，我就感觉到他的这俩手哪个力量大，啊，我根据这个触觉，他的这边力量大，我就收这个，进这个，啊，这里都可以，啊，所以这个手呢，力点一定要挂在指尖上，不要稀里糊涂这个指甲，这力点都把它外形和内劲儿让它完美的统一，啊，哎，他按我这个手进来。这个手出去，他肯定赶紧抓我这个手，哎，他肯定拿我抓我这个手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他抓我这个手，我趁他的，他推我这个手的时候，我回来，我走这个肘，解脱，啊，解脱我这个手，啊，从上边可以，从下边可以，上掌是这里，从下边这里，啊，这老师讲了，走掌下也可以，走掌上的，但一定要肘要对下去。啊，不要这样走，啊，一定要走，对下去，
这叫啊，手拿踩肘，肘往下，然后从上面或者从下面出去，就对付右前方，啊，下边的人对付左前方，啊，六分之臂完了走这个这走了以后，啊，这个彭军后这边有情况，按我这个，按我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地方，按我的时候坠肘穿掌又是引进，啊，左手下坠，掌穿到右胸前面来，啊，然后踏掌根，这个因为肘一坠，把他这个地儿化了一部分，化开了，然后坠以后再走肘，啊，走这个肘，给他这个肘，啊，再走掌再连，啊，啊，另外呢就是哎穿掌，穿过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就是按我这儿那下不加下去提膝，啊，提膝蹬腿可以，插也可以，啊，套也可以，啊，完了以后呢走肩靠，走肩靠，然后呢走肘，啊，走手的裂劲，啊，这个腕背呢，啊，勾手突出的腕背，这儿裂它，啊，同时这个力量可以配合，啊，必要的时候是他如果这边有手或有什么，这边不可以打下，可以打到这里就可以。啊，这个力点也要跟这个左掌根配合上，啊，肩靠肘裂，啊，上面裂，下边可以吸扣，啊，下边用吸里扣，下扣上翻，就跟刚才那个懒扎鹰的劲儿一样，啊，另外这个肘一定要对下来，啊，防止呢，啊，肘架了以后防止对方反拿，啊，肘要对下来要护肋。坠肘护肋，啊，不要贴肋，要护肋，这是单边，啊，功能部，这个脚一定要扣，啊，就是讲咱们刚才讲这个力量，这个整体劲儿，啊，这个全身这个力量都要配合上，啊，不要光局部的，啊，单摆扶胳的发劲，啊，所以这要脚扣，脚跟里侧，这功能部，大家注意啊，这功能部呢一定要。一后脚里扣，脚跟里侧往后下蹬，大小腿往上撑，膝盖微微往里卷，胯要松，啊，胯要松下来，这个腿呢，小腿要垂直，啊，不要往前跪，啊，往往伤膝就是用往前跪，啊，所以呢，小腿上垂直，靠肌肉和韧带这个力量，哎，和这个小腿的支撑。站这个单边，啊，最后定式的时候，定式的时候，啊，还是刚才跟那个啊懒人一样，先是逆缠，裂开的逆缠，定式的时候变顺缠，变略顺缠，啊，由这个大由这个掌根大，大指这个大那个叫大鱼脊吧，啊，掌根，啊，大拇指这个掌根，从这儿则逆缠，它发力，最后略顺缠。掌根的外缘，这样发劲，这样发劲，啊，所以定式的时候，发这个劲的时候，胸呢往右转，啊，螺旋下沉，勾手膨圆，表示啊内气鼓荡，外形饱满，啊，然后下踏呼气下沉，啊，功能，单边就到这，啊，说到这儿，啊，大家注意就刚才说的肩靠肘手啊，这个节奏配合上，最后下踏外捻。下边呢，我们讲一下第二个金刚脑对，啊，就是单边后边这个式子。对方，啊，就刚才我说这个折叠劲，啊，他推我这个力量，我引进来不能直接这么引，一定要先再给，啊，先给他，啊，大家注意，先踏掌根，前膨往前膨，先给他，再往这儿捋，啊，不要直接捋过来。直接举个叫抽扯之心，啊，先踏掌根，先捧，再举，啊，先捧，啊，先给他，然后再要，就是刚才说的折叠劲，啊，再捋过来，啊，捋过来不来再送过去，还是顺势，啊，顺，啊，随趋就伸，他来我就顺他这种方式走，他来这层他已经不得劲了，啊，他要往回，啊，我就往回送他。啊，把它送回去，啊，就走这样一个力量，啊，
就是管着走，就是管着走。所以他下沉，下沉从这里又要进攻，边下沉，那我就随他下沉，又是随虚就身，啊，顺势这里，那我就走大吕，走大吕，你还来不来？还来不来？再来我再走，啊，所以呢，要练敌势的好处，就是能容，能化，能容，啊，能包容。你来多少，我要多少；你要多少，我给多少，啊。他来的多，我可以下来。如果你身子不能走低势子，你只能这样弯腰。这弯腰的话，就失去重心，重心不稳，啊。所以就要走一个大捋，捋下来。他不来了，往回撤，啊，我再往回翻，啊，就在捋横，啊，先横再捋，再给他，哎，不要回来，啊，回来以后再接着跟前面一样的走了。走地儿一样，跟第一个是这个脑袋一样。下边呢，啊，讲一下白鹤亮翅，啊，白鹤亮翅呢，有些动作呢和那个啊，金刚脑袋接懒带一这个动作类似，啊，它懒带一呢是走啊横向，这个是走斜向，啊，来看，对方又是抓住我的。抓住我，啊，抓住我，啊，又是我想解脱，先给，又是先给，啊，欲要先给，啊，折叠进，啊，先给，给他跟你加大这个就行，然后回来，就这样一个，啊，就这样一个，然后合住他，啊，就是走了以后开，加蓬劲，先加蓬劲，再开，再裂开。然后呢，弹这手，啊，我再引进来，再上，啊，蹬，脚蹬它也可以，啊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插，可以插，啊，在那边可以套，那个脚在那儿，会不会这里可以蹬，蹬插套三个都可以，啊，进去以后，啊，这就合了，合了以后呢，再，啊，再走一个捋进，俩手，啊，俩手也行，啊，合了以后，哎，合了以后。哎，我再走一个，从这儿再走一个裂进。这个裂进呢，这脚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就加上肩靠、肘、胯，啊，这三个力量都加上，啊，胯、肘，啊，肩靠，啊，肘里啊，肘肌、手里，啊，这四个力量，啊，节节贯穿，啊，啊，这样解释的话就是说白鹤亮翅。白鹤亮翅呢，就是刚才讲的。啊，阴阳相济，开中有合，合中有开，两臂开了，这儿就散了，只有开没有合了，啊，两个虎口相合，啊，哎，肘捧起来，稍解合，中解开，啊，就刚才讲的，不要忘了开合劲儿，啊，这个，阴阳相济这个劲儿，啊，有开就有合，有合就有开，啊，这白鹤亮翅，啊，发现腰胯。胯靠、肩靠、肘、手、裂、烫，啊，这些都有。下边呢，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斜行，啊，也叫斜行绕步，啊，白鹤亮翅完了以后，啊，又是有人捧我这个手指，啊，这边右边捧这个手指头。就是我先给他，啊，我送大家也可以啊，先给他，啊，你别扯了，我先给，啊，这地方千万不要先，我又是还是讲的道理，啊，这是欲左先右，啊，先捧，再往这儿晃，啊，如果是他在这边有力量也是这样子，啊，我要往想往这儿打，不能直接这样打，啊，我先捧他这个手，啊，先往这儿捧。啊，捧他这个劲儿肯定要往回走，借他这个劲儿打过来，又是啊，这个向外捧为了向里打，啊，向右捧为了向左打，啊，都是这个折叠劲，这个太极拳的就不要丢，不要忘了，先撑往外撑捧他，然后往这儿打，打成这个时候他肯定仰我这个手，好，我又走这个手，啊，就是个皎洁劲，
啊，还是刚才说螺旋菌里边的角基菌，那种螺旋菌，啊，就是先碰这个啊，白院长，寓所先用，准往这儿打它，先往这儿碰，啊，他家在这里往这儿打，哎，他掏这个手是吧？哎，我就有劲。又顺他这个劲儿引过来打这个球，啊，这是白克良是那个接歇性的第一个动作，啊，就是脚劲儿，啊，左右也是折叠劲，也是脚劲，啊，胸腰配合上，往这碰的时候开这个胸，往这打开这个胸，胸腰配合上。刚才讲那个螺旋劲就是这样子，手腿顺逆缠丝，胸腰立体螺旋，啊，开胸含胸，啊，开右胸含胸，开左胸再含胸，啊，再就是这个腰部，丹田这个内转，所以，啊，就是腰胯走一个横八字，啊，就是沉左蹲翻右蹲这样，就是整体这个整体螺旋劲配合上，就所有的劲呢，还是那刚我讲的几个特点。啊，又要整体，又要螺旋，又要折叠，啊，又有折叠，啊，刚才就是左右折叠，啊，就是刚才的这个接这个楔形，过来以后，啊，接这个手以后，啊，加一个捋，上捋下提膝又是，上面捋下面提膝，啊，插蹬套都可以，啊，哎，如果是，上面捋。啊，这个提膝套不去行啊，插不去行啊。如果对方是吧，那个手搭不来，哎，如果对方这个手搂，这个手把那儿搂上，这儿推他啊，或者是呢，他这样的话，哎，我从搂他这里也可以啊，搂他这里这儿推他也可以。他如果进腿踢我搂腿进去，就是下面这个楔形就是搂膝啊。也叫搂膝扰步，也叫楔形扰步啊！哎，这个搂他腰，搂他腿啊，下边这左搂右进啊，咱们推出去啊，推出去要捧我，捧我的话，要捧我的话，走一个里，走里的话，这个劲就可以做，可以打他。对，所以这个楔形推出去以后，踏掌根右里，这个腕背就要配合上。配合上，啊，然后，啊，这个放松下沉，胸向啊正中，啊步子楔形，这是这个楔形啊，楔形扰步，楔形往这出手，啊，出手这个式子呢，就是对方呢啊我两臂膨开以后，啊他要合我，啊他从外边合我的话呢，我就顺他合得紧，啊顺他。他对方又是按我这两个力量啊合进来往前搓，如果我在外环的话，我合的话，哎，就是往前上拖他啊，合住以后往前上拖他啊，这不下沉，这不上拖，记得有上有下啊。我们这外从里环，他就在里外环的话，我从里环蓬开，这样合住他也可以，再往上搓他，这叫拔根。啊，他肯定往下沉，他不得劲了，他往下沉。这沉他往下沉的时候，我又顺着他，还是顺势接地，还是阴敌变化。他往下沉，我也就手往下来，同时这股提前了，啊，这膝盖可以挑他，可以替他当，啊，高他高了替他当，低了胸下磕都可以，啊，手下踩，膝上踢，这边呢多少沉一点，不要光踩这个，这里不动，还得。胸腰配合上，啊，这叫手踩下提膝上，啊，手往下按踩，啊，松胯踏腰，啊，这是出收，啊，下边的接前堂，啊，接前堂的再注意一下，出收完了以后，先走一个捋，啊，他来这个胳膊以后走这个捋。这个脚外摆，他跟这个脚撤了，你不撤我外摆打，外摆以后上蓬，啊，那个时候你不在现在横着过来，啊，这个地方大家注意这个地方，走走，
很多人就是完了以后啊就走就完了，现场不要把忽略这个肘劲啊。这个泰拳里边肘膝这两个重武器啊很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它啊。就是先下踩，手踩膝盖，然后呢他这个腿撤了我就插裆啊，那他这个手弹这个手我就合住他，合住以后就是这个地方，那就后脚跟可以踢起来，重心偏前，走一个肘进啊，走一个这个右肘的横击进啊，然后再就这边，这边有情况啊，就推这个有这边有情况，然后再走这个点啊，走这个点下趟啊前趟，这个是马步啊，当然他在这边也可以啊，就是你看我走他走了以后没有发出去，没发出去以后呢我就上这个步，上这个步啊，上这个步捏他啊，或者从外环从里环都可以捏他啊，两双也可以，就捋了以后捋以后走这个肘，别忘了这个肘啊，拧腰啊，腰往这儿旋转啊，抬这个胸走这个肘啊，然后肘膝相合提膝，肘膝合好再蹬靠肘手踏，放松呼气下去马步，这个是马步。好，这个前堂完了以后呢三个重复动作啊，第二斜行再收啊，第二个前堂就充分不讲了，下面呢讲这个第二个前堂接的岩石红锤啊，也岩石红拳啊。这岩石红锤呢一路里边四个，二路里边六个，所以这个式子呢比较重要啊，所以它的技击内涵呢也比较丰富，所以它这个劲力呢的变化呢也比较啊值得我们呢注意研究。前堂啊，第二个前堂完了以后啊，现在我得冲大家啊，这咱们这个方位呢就大家啊，方位呢按这个咱们那个教学片子和这个拳谱那个书按那个方位啊，现在我主要为了让大家看清手法步法身法啊，这个尽量冲大家来表示。这个前堂完了以后啊，接岩石红锤，对方呢按我右臂啊，按我右臂，又是还是个折叠劲，欲引先给，就欲要先给啊，还是先往外蓬一下啊，往外蓬一下再往沉往里收，边沉边收边握拳啊，就是他推着我力量啊很大，蓬不住，给他点劲儿，给了他的力量更加大，加大往里，先往里下引，让他身子往前，他落空了，啪再打出去，啊，所以这个拳是个撇身，所以杨那个杨先生叫撇身腿，是个撇拳，啊，这样撇出去走上，回来进来走下弧，翻过来走这个弧，啊，这个手呢捧起来，啊，这个手捧起来，如果他两个手这样的话呢，啊，就一样，也是先捧一样，就想往外捧。啊，碰了以后呢，往里引，啊，引这个撑他这个，这个打他这个，啊，就撑他这个，防他这个，也是，也是走一个下弧，往里收，走上弧往外翻，啊，这劈在这个劈，这撇锤，啊，这样，所以这个拳呢，不要直着出去，这样弧线，啊，肘膝相合，这个碰着左眼左肩，啊，啊，完了以后。撇出去以后，很好，啊，对方的右，啊，没有把他，啊，解脱，他而加又加大了横劲以后，啊，又加大横劲，然后往上提，啊，沉下来以后往上提，撇了以后，加气，这是加气，啊，是加气，这个呢，掌心向全面，啊，击打的力量呢全面，啊，这个呢掌心。
所以打他头部也可以，双目耳的打头部，啊，他胸部那也可以，啊，就是上部，啊，没有，或者没有这个劲没发出去，就接着往下打，接着往下打，所以这个劲儿大家往往呢，到这个地方人们容易啊偷工减料，撇出去以后起来以后啊从这儿走，这不对，啊，所以严格讲我们保持这个传统拳的它的武术本质。把它这个大小劲力不都不要丢，啊，不要偷工减料，就是起来以后就是把这事走出来，啊，全面的对掌心，向提膝，这样下沉，啊，然后再插进去，啊，照他胸部再打进去，啊，从打进去以后，啊，他按我，他这不是按的大，我这是往这儿裂开，这个撇出去，又一个撇出去，啊，合了好以后，先是刚才走这儿，然后。他的胸，哎，然后他按我这个手，这个手回来，啊，他按这个手，这边就按这儿大，这个回来，这个劈出去，啊，他这个手合这儿来，啊，就给他这个拳，哎，他肯定要拿我这个拳抓住我，不让我哎进攻，啊，抓住以后呢，哎，我就往回收，推也好，抓拿也好，往回收，用这个肘解脱。啊，就是这个完以后用这个肘解脱，啊，或者反拿他，他拿我也行，我反拿他也行，反正用肘解脱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开以后合的时候呢，不要全去够肘，用肘往里卷，往下踩，这可以发劲，啊，打着反关节一下子，这就一发劲就折了，啊，所以这回来以后，这个肘要往下，往里卷，往下踩。到肘下，啊，这时候解脱以后再给他这个掌，啊，再给他这个掌，啊，迎面掌、推掌，这个拳呢，刚才说解脱以后，啊，这个掌碰出去，这个拳呢收回来。下边这个动作大家注意，啊，它是这个地方呢，往往一起是这样，这不对，一定要坠肘。坠肘，啊，外边肘往下坠，肘里边往里拿，往里合，啊，这是个拿劲，他这地方抓住我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有合劲，是这个合的时候踢拳、合肘、坠肘、开胸，啊，我加大这个膨劲，完了进攻的力量加大，啊，所以这个手完了以后呢，这个手呢就是，哎，坠肘、踢拳、开胸，啊。这个防了以后，他扛这个手，啊，他扛手合进来，啊，合进来以后呢，我可以，啊，这个也可以反拿他，啊，就是他扛这个手的时候，这个手是扛我的手，这个手回来也可以反拿他，完了走这个拳，走这个拳的时候大家注意，这合了以后，这有个肘，进来还有个肩，啊，然后呢有个腕背一拳。这一圈里边这些劲儿都不要丢，合靠肘圈，啊，这个就是抓趁他推我这点抓回来，啊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对这个胸腰的变化，啊，提拳坠肘开胸，啊，开右胸，啊，开右胸，然后往里这个手往里合的时候含胸，拳往里，又是准往前打先往里收。准往前发的，先往里合，全合，稍解合，中解开。啊，记得这个三节劲，啊，这个三节劲的开合也不要马虎，啊，这个拳是这样子啊。先稍解往里合，中解一定要捧起来，这样不行，这就这往上瘪了啊。哎，这儿合，这儿提起来，这儿开，啊，然后全往里合的时候，肘捧起来，可以肩靠，可以肘击。然后这个拿去，这个抓回来，又是刚才讲的阴阳对称，啊，阴阳对称的，这个手抓回来的力量，和左肘往后撑的力量，和右拳往前打的力量应该是对称。他多大力量，基本上这个肘多大力量，这个肘不要打弯啊，打弯就不对了，就不对称了，啊，这刚才讲的阴阳对称啊，阴阳相济里边，阴阳互包，阴阳啊。对应阴阳对称，这是对称劲儿，保持呢前后，啊，稳定，啊，这个
力量的稳定、稳态啊、平衡啊，全部打进。这个身子另外就注意啊，上身一定要中正啊，上身要中正，不要跟着拳往前去。这里边又有什么问题？又是一个对称，拳往前打是吧？命门往后撑啊，不能跟着往前弹啊，背往后撑，左胸开啊，左胸开啊，右拳往前打，左胸往左后，所以这个拳和这个左肘让它对称啊。另外，这打完了刚才啊，那个整体是要放松、松柔、松柔和弹。弹性劲儿就是松和弹抖，这个劲儿松和弹抖啊，所以又是个阴阳对称，又要放松又要有弹性啊，刚柔相济啊。这个拳呢，凡是发劲儿啊，尤其二路角发劲比较多，不要发硬劲啊，要放松。泰拳这样叫松柔，光松柔没有弹性，懈松懈也不行。所以大家注意这个严重功锤里边这些劲儿啊，体验泰拳这个劲力这个特点啊，体验的比较全面啊。又是整体靠腰旋转啊，后脚跟蹬，左脚蹬啊，这个左小腿支撑啊，支撑力啊，右腿是实力点，脚跟通过腰的旋转，这段是枢纽，腰是枢纽啊，通过枢纽穿的脊背，穿着肩走拳，这一下走出去啊，下边当成圆的，当瘪了这个劲也出不来，也没劲啊。俩腿散了这个劲，你过来，如果俩脚啊，撇成八字，你俩脚撇成八字，大家注意，咱们拳老是俩脚平行，不要八字脚啊，不要八字脚，我就说这个人体的稳态啊。咱们打拳强调啊，顺势借力也好啊，化打结合也好，都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对付对抗。所以俩脚劈，很多人的这个脚往往啊单边也好，不知道扣脚啊，老脚俩脚这八字步，你们可以体会体会，如果对方前面推你，你根本站不住，腰转转不动，腰转也转不动。如果俩脚平行，你腰就可以转，俩脚撇着腰转不动啊。所以大家呢，研究这个拳呢，要学点人体力学。人体稳定要说，就是俩脚基本平行。哎，正好这个体育原理里边讲的，跟我们这个拳，啊，我们几百年前传下来这个拳，这点要领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呢，泰拳要求俩脚总是基本平行，不论往左也好，右也好，啊，都是这样。前也好，啊，小马步、大马步，啊，弓蹬步，都是基本平行。另外呢，俩脚不行在一条线上，别人旁边有推你站住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属于力学的啊，人体力学中，大家呢啊，跟我们这个拳的劲道呢啊，让它尽量就是让它协调一致啊。这严重功锤呢，基本就是这样啊。下边呢接这个狮子手，严重功锤接狮子手，这打了以后，是吧？对方呢也向我进攻，啊，向我进攻呢，啊，我捧开他，这儿捧开他，这儿打他这里，啊，就是这个严嵩完成，这不是这样一个劲吗？是吧？哎，这撑开这儿，长在这儿，啊，然后他一不得劲儿，他又 有点往回收的劲儿，就接着就合他，这个往上兜，这个往下扣，啊，都是合劲，这是又是要注意这个肘。啊，像这样合不行，啊，大家翻过来看，如果往这样，我这样合，他靠我，我就完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肘一定要碰出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劲合好以后，左肘一定要碰出去，啊，这合适，啊，左肘碰出去，不光为了，啊，怕对方反击我，而且更重要的下一步我用的时候，啊，就是这个肘往里合。这个脚往里扣，啊，就是手那个所谓狮子手往右，是吧？这一合好以后，这个手正好打在这个人这边，脚往里扣，身子往这儿转，啊，正好是站住劲，啊，正好是站住劲，啊，大家看，啊，开，
和腾这个肘，啊，扣脚，转体这个肘，下边膝盖扣它，脚绊它，这样一下把它摔过来，又是个摔法，啊，狮子肘。我再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啊，逢开必横，大家记住，凡是双腕双手合的动作，要打开它，一定先加膨筋。而且这个膨筋不是光手膨，就刚才我那会儿讲的背、命门、裆啊、胸都要加大膨筋啊，都要往撑，就是陈心讲那个皮毛要绷啊，周身要松，筋骨要松啊，哎，全身放松的基础上加大膨筋，全身非常饱满，这里是圆的，膝盖往里合啊，开还是讲你光搞开没有合也不行啊，啊，当开膝合，腿开脚合，两手合肘开，大家这段都不要马虎，这个全是气势，就看这几步。狮子手接第三阶脑的注意，先加膨筋，两手腕背往外撑，背往后撑，命门往后撑，两臂往圆里撑，撑的不能再撑了，然后裂开，裂在两手裂在右两左右膝的上方，裂开，啊，这个裂开要注意啊，也是先加膨筋，啊。先加膨筋，刚才我讲的先加膨筋，双向这样裂开，这个手先到膝盖上方，左手到膝盖上方，啊，先踏在膝盖上方，对方呢还抓我这个胳膊，还往下按我，我随屈就伸，我就继续这个手往下裂，身子往下疼，裂到膝盖上方以后变顺颤，这个叫大家不要马虎，这个变顺颤很重要，你就过来，他抓着我这个胳膊，是吧？我沉到这个程度，我要想解脱，我必须旋转，我这样解脱解脱不了，你抓着我，你还这个，对吧？我这样解脱不了，但我顺缠，你看到吧？我一顺缠，他的手解开了，啊，解开了以后，我就提膝，提膝提手，准备插前面插的裆，啊，准备插他的裆部，或者插他的腋下，他的腋下都可以，啊，插的裆部，插的腋下，然后呢走一个杠杆劲，这个往上拖，他往上踩，左手拖，右手踩，腰跳跃，裆部下沉，这样拖的，这样拖，这样拖的，啊，就说合了他以后啊，合他以后这边也可以，是吧？他这裆部也可以啊，就是一个往上拖他，一个往下踩，往下踩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上下杠杆劲，啊，一个拖，一个踩，啊，对方撤了，就下面这个动作跟咱们第一阶段脑筋一样，折腕，这个是逆缠折，这个顺缠折，折腕上步。啊，这就是左手、右手、右脚基本上一条线，啊，上面撩，这儿戳，这儿踢，陈老师讲三盘同时并举，啊，然后就跟上面扣、戳、握拳，这肘绷起来，千万别丢这个肘劲儿，前面都讲了，啊，握拳。啊，提拳捧肘，下边提膝，这边松胯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逢上必下。我老打比方，这个树越往高的长，这个、根越往下长，这边往上提，这边一定要往下沉。啊，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大注意的问题，啊，说上都上，啊，说起都起，啊，我们呢逢上必下。轻沉兼备，
这陈小辉呢经常强强调的这个拳的特点就是轻身前对，逢前必后，逢左必右，逢上必下，这个拳往上走，这个左胯一定多少沉一点，膝盖往上走，膝盖沉一点，啊，震脚的时候就不要再沉了，震脚，震脚的时候也是强调两臂同圆，不要这样子。另外呢，虎口啊冲前要圆，拇指合在虎口这儿，这一点不也马虎。另外前两这个拳啊，我们前这个拳，这个拳的力量是陈太先强调外紧啊，外边拇指稍解扣住中指中节，外紧内松，这样拳有弹性，而且不容易伤自己。这陈长辉老师教的，拳外边要紧，这不行，这种拳不行啊，我这样也不行，一定要拇指稍微扣紧中指中节，里边外紧内松，这个拳有弹性啊。前面讲的勾手也是这样的，勾手先是捏拢定势蓬圆，捏拢的时候要求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相合，小指贴在一侧，这是老师的原话啊。定式子，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相合，小贴在这，掌心蓬圆，掌心圆，表示内气鼓大，外形饱满啊。这颜中威这个拳也是这样，要求这样啊，不，这个金刚老弟这个拳。金刚老弟就是，到这个金刚老弟这儿，又是要求下边还是一小臂宽，还是一这个一肩宽，是吧？上边蓬圆，啊，这个虎口和这个腕背和这个左掌心相合，合在腰带的中线，两臂蓬圆，顶劲上扭，松胯松腰。膝盖要松沉，顶劲往上顶，脚往下踏实，啊！而且金刚老弟一定要注意一个重心，重心偏左，重心不能偏右，使多么大劲，重心不能在这边，重心一定要偏左，加大这个腿的弹性，啊！避免这么劲一大一失劲，容易甚至失去平衡。在第15个式子上，我们讲到金刚老弟啊，在这。